而家喺荃湾啦，就行紧去愉景新城睇睇风嘅示范单位。听日就礼拜六，应该好多人排队，所以今日有得预先睇，咪睇咯，睇一个 video 睇下会点。呢度就系个走廊，个色调系咁嘅。系啦 ，Sky Garden、Sky Club House， 然后之后 Penthouse， 零零舍舍有啲 Penthouse。呢间就468尺两房 ，Open Kitchen。飞机厅入嚟，长形嘅厅。哦，呢个系装修咗嘅示范单位。成个露台位置好大，同埋佢用趟门啦，个趟门个把手都 OK 嘅呢。个厨房就几得意，咁呢度厨房佢都化咗妆嘅，都唔啱嘅。下次有窗嘅呢个，呢间就系其中一间房啦。然后呢个就主人房，欢迎大家嚟临 Uptown。张床摆完三边落到床，我哋睇一睇原装嘅版本，就系一个长形嘅厅啦，外面一个大露台，几方正嘅，外面就摆咗散热器。然后一个长形的厅，这边就是浴室，都几奇丽的，同埋佢色调就用翻石面。转入去就一个细睡房，基本上两米二乘两米标准 size。厨房就 open kitchen 嚟嘅，咁就 L 型的间隔。最后就睇下呢个主人房，几正嘅。